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这个正 Food Court， 然后里面有几档美食，我很想推荐给你们的。这里至少有35个档口，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加上又不会堂食，所以可见人潮会比较少。第一档我要推荐的是这个热式薄饼，它有素薄饼或者是即食薄饼，口感不错，很好吃，里面的馅料也是很多。第二档我要推荐的是这个老字号油条，香喷喷的油条，口感香脆。第三档我要推荐的是百乐糖水，它这里至少有10种各种各样的糖水可以让你做选择，重点是很大碗又不会甜，又很好喝。除了糖水，它这里还有卖一些糕点，接下来要推荐的是这个蚝煎，老板很随和，很谈得来，而且你可以看他的蚝煎很大只哦。接下来是这一档槟城牟大鼎炒粿条，每一份炒粿条都会附上一只很大只的虾，而且还是很新鲜。最后一档我要推荐的是这个磁场街煮炒，如果你的食量不是很大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们只叫一份，然后两个人分享。对我来说，它的一人份真的是吃到很饱很饱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，其实我每一次来这一档都是为了看姐姐的一面。1:1，开不开心？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课影片再见，拜拜。